乘坐的航班现在是半路程机手续，没人吧？啊，没人，您坐吧。谢谢啊。哎，小孩睡着了，别着凉。是，今天早上起得太早了。坐吧，睡吧啊。这手机怎么还没电了呢？哪个充电呢？这不就充电器吗？小寻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迟到了。哼，废话，你不迟到我能给你打电话吗？小徐啊，本来我不想批评你啊，公司例会的时候你迟到，你跟我说你们两口要离婚啊，洽谈客户的时候你迟到，你跟我说法院要调解，公司总结会的时候你迟到，你跟我说孩子抚养权有问题，怎么你一个合法的婚姻把我们公司要搅黄了？对对对对，是公司团建的时候你是没迟到，那团建去泰国旅游你能迟到吗？你提前一天就到机场了，晚上在那儿住的，怎么的，精神出户了呗？你现在跟我说别的都没有用啊，五个数之内你必须到我面前出现，你要是不出现啊，咱俩就再见。你别跟我说那没有用，五，别找理由，四，你就无组织无纪律，三，你就再不出现，二，不来就一，再见。等一下，啥玩意儿锃亮的，搜一下子。领导，我到了，到了。人家哪儿呢？到了啊？我在20号口这呢。我在21号口充电呢，20号口根本没有人。领导，你注意看，我出现了。领导好。怎么的，小雪？公司年会表演节目背魔术呗？你倒是过来呀！领导，我现在过不去呀、啊，我看见我前妻了，我就知道是这个事儿。你一迟到就拿你前妻说事儿，领导你咋不信呢？你看没看见自感冒抗流感那牌子？就是莲花清瘟胶囊呗。对，看见了，下边那就是我前妻。哪个呀？下边不就俩人吗？是俩人啊，一个女儿，一个妈妈。啊，那个妈妈就是我的前妻。啊？旁边那个是我的女儿。小徐啊，你们前妻这岁数是比我大几岁？这几岁的跨度有点大吧？小徐，你是不是谦虚了？哎，我看我前妻都比以前老了，是该好好保养保养了。高总，说心里话，我舍不得和他分开。哎，你看没看到我前妻腿上那个白色的包？是白色的，你管那叫包啊？那是我用第一个月的薪水给他买的。花了我不少钱呢。哎呀，是啊，可得买个厚点的，要不这些年早漏了。哎，你看没看见他戴那个围巾？围巾？我女儿也戴了一条。你女儿戴那个确实是围巾。哎呀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当时我生活老窘迫了，我攒了老长时间的钱才给他们娘俩一人买了一条。你看我前妻还挺珍惜的呢。是是是，是挺珍惜呀、啊。小许 啊，我想问问你，既然当初选择在一起了，那为啥后来又分开了呢？啊，他就是觉得结婚结得有点早了，他还没想好呢。小许，我觉得你当时也欠考虑。各位旅客，飞往大庆的航班就要开始登机了，请您到3号登机口准备登机。小徐啊，把你的个人恩恩怨怨先往边上放一放吧，咱们准备啊检票了。高总，能这样，你再给我2分钟，我还想再看看我女儿。你还想看你女儿？不，这女儿是你亲生的吗？高总，咋说话呢？啊，我一直都很尊重你，这些年你说在咱们公司，哎呀，行，我错了，是你的，错了就好。哎呀，
一转眼我女儿都长这么大了。那可不是一般的大呀。都应该会加减法了吧？现在加减法有那么难吗？哎，你看我女儿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很可爱？你确定她在睡觉吗？对呀，睡觉呢。我这眼这花不花47、8，我怎么快要到寿了怎么的？我女儿是不是很漂亮？哎呀，漂不漂亮呢，小徐你就别问我了，我现在从思想到眼神都跟不上了都。哎，高总，你帮我个忙吧。啥忙啊？你帮我问问我前妻有没有前夫呗。帮你问问你前妻有没有前夫？你不就是他前夫吗？不是，我说你问问我前妻又成没成家，你自己问呗。不是，我不好意思。别撂啊。太好了，他是没结婚呢，还寻复合呢。造孽呀。老嫂子，哎呀，弟妹，大姨，大姨，跟我说话呢。啊，冒昧的问你一句，您现在成家了吗？成家，我老头60来岁，长得可帅了。60多岁跟您确实合适啊。合不合适跟你有啥关系？干啥的？我闲的。你有病吧，姑娘？你帮我照看一下包啊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哎，好。小许啊，哎，完了，咋的了？你前妻改嫁了，找了个60多岁老帅了。60多岁的，造孽呀！他俩绝对不是真感情，你更造孽呀！高总，别说这事儿了，现在我就想见见我女儿。哎，你前妻去洗手间了，你女儿正好在这呢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是吗？快点吧。确定吗？检票了。好嘞。哎呦，这，哎呀妈！哎，啥玩意儿锃亮的，给收一下吧。高总，你逗我呢？我前妻不就坐旁边的吗？你前妻去洗手间了，怎么的？你又跑洗手间去了？妈呀，高总，我在这儿呢，领导好。你又在那儿呢？我就知道你在那儿。不是，你还见不见你姑娘了？高总，这样你把我姑娘带过来呗。我又不认识她，我怎么带她呀？啊，我生拽呀？就算人家不打我，不也得给我个大嘴巴子意思一下子吗？不是，我教你呀。啊，我女儿最喜欢别人学猫叫。啊，我经常给他学，你一跟他学猫叫，他就跟你过来了。喵，喵，喵喵。不是，那个，你叫我呢？喵。那你有事儿吗？喵喵。啊，那你有事儿？那你有啥事儿啊？干啥呀？哎，你干啥呀你？哎，有没有啥意思啊你？这啥意思？停！哎呦我天哪！你爸让我来的。我是你爸公司的领导，我是高总。哎呦我天哪！你赶紧给我出来吧，干啥？你看给我意思了吧？我跟你说，你跟你爸说了，从你爸那论，你还得管我叫大爷呢。说吧，说吧。爸爸。哎，不是，这谁家孩子？别跟你掺和。这谁家孩子？高总。哎，啊，这是我女儿。她不是你女儿吗？她是我前妻。你前妻去洗手间了。高总，你就别跟掺和了，上一边捋捋去吧。不是，我这么大领导，我上边捋捋去，我凭……那我捋捋。
阿房宴土，改签，改签了，改签，你们接着聊啊，聊，改签。妈，我饿了。啊啊，饿了，饿得好。要不咱们去咖啡厅坐坐？哎。高总，嗯，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您了。行，去吧，好好聊啊，交给我了。不是改签吗？这还改啥签呢？飞机都飞了，作废了。不过他们要是能复婚呢，这张机票也值了。刚才这一家三口啊，一下戳我泪点了呢。太感人了。这谁的小包啊？哎，拿我包干啥？不是前妻？谁是前妻？不是，你臭小子，不是，刚刚我劝好了一个家庭啊！我报警！不是，人家是家庭内部矛盾，你报什么警啊？抓你！不是你抓我干啥？我还得改签呢！哎，你别抓我！别抓我！站